家里还有个6岁的孩子，从大年初一之后我就没有见到他了。但是只要我们这个工作有成效，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吧。很辛苦，很尽心，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。爬楼，我实在是长点身体。我觉得这个为居民呢、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候为我们居民能够服务，能够为他们做一点经济的贡献，得到了居民的认可，我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。这一批人什么人呢？就是什么国家是最顶级的专家，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国家派他们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把重症的水平进一步提高，让死亡率进一步下降。前两个星期吧，当时死亡率是5.58%，就通过一个星期的这种很有效的这个工作，就迅速让这个死亡率降到3%几，这个呢就还是很有成效的。